今天领着俺妈妈到沛县的县城里面来逛一逛，然后咱们现在先去逛个商场，行不？行，好的。给大家来介绍一下，这是俺大舅家的大表姐，这个是俺妈妈，这个是俺四叔家的小妹，这是俺们家的大毛孙。走，咱们去商场，里面还凉快嘞。刚才来逛街的时候，我说是来给大毛孙买衣服的，其实呢，我是想带着俺妈妈买个首饰什么的。俺姐，等你回给我帮我长长眼。好，我会给你帮忙看看。别给我买，水给我买过了，你看。哦，那孙女子给你买的啊？啊，给我买过了，不要买了。孙女买是孙女的，闺女买是闺女的。那有一个都行了，带那些都买。嗯，小的时候，所以就是俺妈长大了。你看这怪能嘞，还知道给你买个这个嘞。嗯。我心里想，你也没，我也没给你买过，想给你买一个。我说给俺妈买个首饰，她说她有不要，给俺妈买个衣服。阿姐，你看这个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你看这个穿的还凉快，还这一套，哪个好看？这个好看、啊，这个好看、啊，对。哎，我觉得你两个都试一下子吧。两个都试一下子吧。对，比较一下子。对。裤子太肥了，这样的凉快、啊。你试试出来看感觉。好看，你穿一下试试看效果。对，看效果。看这样挂在秋天看好看吗？这不行，太老气了，这个不适合你穿。那这样呢？这不还年轻了，我还穿上去这个。这都六十多了。六十多也不要，都漂亮了，都好看了，洋气气的。阿妈，这个可好看了，真的。这个还凉快，真的太肥了，你看都肥了。现在都流行这样的肥裤子，腰太瘦了，腰瘦有大码。嗯，上衣不瘦，上衣不能换，不能单换，因为它配套的。啊，换一个大号也行。对，现在都不穿紧身裤了。别给我买这裤子，要买给我买这样裤子。你都喜欢穿这样瘦的，你这夏天穿不绑个身上难受吗？这样好受，这样舒服。嗯，穿衣服就没换个风格，这个多好看了。这样好看。那你试试去吧。哎，我这个瘦的好看，你这个肥的不好看。这个绑个身上不热吗？不热，这个穿个身上舒服。阿姐、小妹，你看哪个好看？刚才试那一身好看，非得好看是不？对，快得过好看。大森，谁给买的冰淇淋呀？小姨。啊、哦，小姨买的。阿妈想弄这个上衣、这个裤子了，我觉得那个洋气，这个穿的有点普通吧。行，这我都按岁数了。这个挑来挑去，还依他眼光？还依我的眼光啊？没眼光，太年轻了。三比一没比过你个一个一，你要喜欢就买这个。看这个多好看，这个也凉快啊嘛，好看。怎么样？你照照镜子看看。这裤子太肥了。这个裤子肥就这种款式，这样凉快。你这一年四季全是黑裤子了，这吹感好还凉快。你天天干活跟没这么管你，穿着裤子一耐不耐磨，知道吧？又不耐脏。嗯。干活弄的也干活一天，这个到那个地里出来。这就做完上哪去穿？走起你穿，你看多好看。谁一天到晚搁地里干活？阿姐、小妹，你两人挑挑哈，看有喜欢的，我给你一人买一身。俺不要，俺没给你买嘞。俺不要。妈，走，再给你买双鞋去。不要了，家里天冷了。家里是家里的，我给你买个配一双，穿着舒服。走。不要了，鞋和衣裳不要了，家里多了。是不是全天下妈妈同意的一句台词？我不要，我多着了，我家里都有。是的，人大弟都是这样的，你给买衣服，俺不要，什么都不要。啊，买个衣服还把他给气得难受。是的，是的。行，你妈是这样的吧？是的，要给买什么东西都不要不要的，想尽孝都尽不了。关键是回到家还得挨人骂，还得说这个不合适，那个不合适，是的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其实吧，就是不舍得让子女花钱而已。对，这才是最对。俺妈的脚上有脚骨子，穿那种运动鞋可能舒服一点。对，皮鞋不合适。你走走试试，感觉一下舒服不舒服吧？你走走感受一下，怎么样？感觉舒服吧，妈？舒服。这个黑白配也经典，你干活的时候也能穿，也不用担心脏了。这个。俺、舒服啊、舒服就行。鞋也买好了，给俺爸也说一双，等走的时候给俺爸带着啊。妈退了，退了，这不能要的，太退了。买了没有退的，刚才有劲让我退，这个俺妈就心疼我花钱。其实这个钱嘛没还出去啊，只是变成了另外一种方式陪在了你的身边，知道吧？嗯。还出去的是钱，你存的就是个数字，对吧姐？对。最主要穿着舒服。对，穿的舒服，舒服就行。